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，啊，我眼前好多大飞碟啊，就在海面上，啊，就在我额头前面那个像晃的感觉啊，就在我额头前面晃啊晃，因为就相当于那个我在我眼前那个视野里边那个物品的图像太大了，这么大了，如果像这么小，我就头顶不会不舒服，这么差，撑得话就往脑袋上往掰开的感觉。头顶不舒服啊，他就是告诉我已经走了，但他们是在那边是表演了一番。哎呀，因为我怕那个拉肚子，你知道，肚子痛，拉肚子，所以说反正起的水样我也拿回来了啊，起的水样已经拿回来了。另外一个那边实在太冷了，我也反正叫我看我也到不了海边上，因为我在停车场，到了海边，然后又回到停车场，太冷了嘛，我走了以后又回来了，然后堵在车里边，停车场呢又比那个地方稍微，也就有个像半墙，有一点点那个挡沙子那个半墙，挡了一下那个沙子嘛，是那个，也就停车场外面还有一条路，然后是那个挡沙的一个像围墙一样的，当然有交叉的开口的呢，就是这个是围墙，这也是围墙，这样沙子就吹进来的会挡住，不会跑到路上来，因为那个围墙也有差不多这么高，如果我住在车里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挡掉外面的海了嘛，所以反正我也看不见，又冷，又怕那个拉肚子，所以我就回来了啊。现在飞碟就告诉我走了一个，他们在那边表演了一番啊，让在场的人看看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也算半项完成的任务了啊。好，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